沙地級又嚟到一周 show 嘅時間，大家都知道啦，我早幾集已經講緊啦，話會嚟緊咧就會送暖到泰北，由中港送暖到泰北，亦都揾到啲善長人翁咧贊助我呢個活動嘅，所以咧我感覺到咧非常之開心，即係終於做得到啦呢個嘅送暖行動，咁都好感謝咁多方嘅朋友嘅支持同埋嘅努力啦，咁先可以做得到嘅，係啦，咁分享之前咧就記得要贊好、訂閱同埋 share 俾人睇，其實咧可以留言嘅。大家可能對我有啲咩疑問啊，唔好嘅批評咧，都可以留言話俾我知嘅。大家都知道啦，阿蘇都之前講過啊，嚟緊咧都會送暖到泰北。咁點解會送暖到泰北呢？咁亦都講過俾大家聽啦，泰北咧其實都孤兒好多嘅，係啦，唔單止泰北嘅，仲有東北嗰邊，即係熱省嗰邊，即係旗哥鄉下嗰邊，都會咧有好多孤兒啊嗰樣嘢嘅。咁今次啦，阿蘇咧就揾咗香港幾位嘅善長啦，就大家可能籌咗少少錢翻嚟，就將啲錢咧就打到去泰北嗰邊，揾咗一個 uncle 幫手，就去購買啲物資啊，購買啲日常用品啊，同埋啲嘢食啊、零食啊，就捐獻俾當地兩間嘅孤兒院，係啦，一間咧就大概有300多人啦，另一間咧有50多人嘅，所以咧今次受惠嘅孤兒咧就大概有80多人左右啦。所以咧，今次咧，阿蘇咧覺得咧，今次對於我嚟講啦，因為其實我自己啦，就真係好少做慈善嘅。點解咧？因為覺得做慈善呢啲咧，即係要講信唔信任啊。即係譬如我似我香港咁，有時咩買旗啊嗰樣嘢咧，我都要睇下佢買旗嗰個機構係邊間。有啲太過細嘅名咧，嗰啲我真係唔會買嘅。咁嗰啲名大少少嘅咧，我都會即係嘗試買支旗啊，可能幾蚊雞都 OK 嘅，咁買支旗咯。咁而你話我會唔會喺本地啊，即係做啲嗰啲咩小母牛啊、孫明嗰啲咧？阿蘇又唔會做嘅，因為我知道咧，嗰啲咧行政費太高啊。即係我俾100蚊佢哋，可能得50蚊先去到當地嘅慈善機構，或者可能得30蚊左右。另外我可能話70蚊咧就變咗行政費嗰樣嘢。所以阿蘇覺得咧，呢啲咁嘅慈善咧，我覺得咧就變咗好似敛財多過去做慈善。而我啦就知道啦，泰北啦有好多孤兒啦，咁我之前都講過啦，泰北咧其實有好多嘅叫做華人嘅後裔啦，因為嗰時國民黨就撤退咗中國之後咧，就喺泰北居住，而當地咧亦都有好多嘅就係華人同埋泰國人、泰族人去生出嚟嘅混血兒啦。咁好多時候我都想講下孤兒，即係泰國嘅孤兒嘅來歷係點樣嘅，因為咧泰國孤兒咧其實有好多時咧。即係爸爸媽媽啦嚇，都講緊爸爸咧，就可能吸毒或者犯咗事要坐監，係啦，有啲咧就直情係走咗路添，有啲爸爸。而另外啦，有啲媽咪咧就點咧？因為自己啦，有可能即係販毒啦，有可能就又坐緊監啊嗰類啦。有啲就點咧？就離鄉別井，去咗城市打工，之後就情係連個仔女都唔要，交咗俾可能話阿爺阿嫲阿公阿婆湊。到可能即係阿公阿婆走咗之後咧，就變咗冇人理啦個小朋友。阿蘇咧亦都喺青來咧都見過唔少呢啲例子。咁呢啲例子啦，都俾我感覺到啦，就係覺得即係泰國人咧，其實孤兒真係太多，可能嗰個避孕方面啦都冇做得咁足，即係好多時候佢哋都好少用呢個避孕套。到時候真係我見到嘅，真係好多網上都講啦，17、18歲已經可能話暗結珠胎，已經又要生小朋友啦，17、18歲。而泰國妹子咧都好中意用呢樣嘢係咩咧？就生咗小朋友去串弄嗰個男人嘅心，但即係有時可能佢哋文化水平唔夠啦，所以咧往往咧去到即係生咗小朋友之後，大家都知道生小朋友要養啊、供書教學啊，各樣嘢都真係好貴。咁好多時候咧都會形成到咧冇能力去養，甚至乎係可能養得好吃力，咁去到最後咧就變咗就拋棄佢啊，放低孤兒院啊嗰啲。所以咧，今次活動咧，我哋咧，雖然探訪嘅孤兒咧唔多，得80多人，而我咧有個 uncle 咧就幫手去做咗次嘅捐獻啊慈善活動啦。咁佢咧就先去第一間咧30多人嗰度嘅，而30多人嗰度咧，大家就都會收到啲禮物啦，可能話有被啦，有零食啦，甚至乎日常用品添。而最估唔到係咩咧？30多人嗰度咧，就食嗰個咧叫做圍邊爐啊，叫做木吉嚇。嗰啲叫做泰式火鍋燒烤嗰啲，係啦，跟住佢哋講咧話咧，點解話想指明食呢個餐呢？因為佢哋係未食過啊，出世到而家未食過，可能話去到10歲啊、11、12歲咧，都未食過呢啲咁嘅泰國嘅風味嘢，
所以咧，我 uncle 啦都好好啦，就安排咗三十幾人咧一齊去食呢個嘅胡吉塔啦，即係呢個叫做泰式燒烤火鍋啦。咁所以咧都好開心嘅做咗個慈善之後。咁另外啦，仲有嗰三十幾人入邊咧，有幾位老人家添。咁幾位老人家咧係乜東東咧？其實嗰幾位老人家咧都係啲孤兒，即係冇話唔係孤兒，係叫做咧單身，即係叫做咧獨居老人。係啦，咁好多時候佢就冇人冇物啦，咁跟住孤兒院話：，不如你過嚟啦，過嚟一齊住啦，即係叫做點都要照應啊，係咪先？都中國人話齋，家有一老啊，如有一寶啊嘛，係咪先？所以咧，嗰個孤兒院咧都做得幾好嘅，我覺得。而另外嗰間咧就五十幾人嗰間咧就會人數多啲，做唔到個木吉塔，即係個泰式燒烤嗰、那個盡那個用餐啦，就變咗咧就係啲幾雙餸飯啊、三餸飯咁樣去分啦。但係好易見到咧，啲小朋友咧其實好天真爛漫，亦都好熱情嘅。咁好多人都咁講啦，小朋友其實係未來嘅棟梁啦，亦都係為呢個嘅社會嘅原動力啦。所以我覺得啦，即係有時候如果有能力嘅人咧，其實真係可以幫少少，唔係佢哋幫曬，可能幫少少，做好似我咁，咪做簡單啲咯。今次我哋呢個都係唔會話好多用咗好多錢，都係用咗大概幾萬蚊到已經可以有呢個效果。咁其實已經好開心噶啦。咁對於可能話有啲可能大機構啊，可能要用好多錢先做到呢啲效果嘅。咁我哋呢啲嘅細機構或者可能呢啲小嘢嘅，做少啲咯。咁唔需要話做得好盛世，又亦話要好高調俾人知道。其實做一下自己開心就得噶啦。希望啦，日後啦，我可以啦，同大家一齊做一下義工啦，或者可能我搞啲活動出嚟，同大家一齊去下泰北啊、東北嗰方面啊，去做一下啲有意義嘅工作，唔係就係喺泰國曼谷食玩瞓。所以咧，希望大家下次可以同我一齊做義工啦。薩迪卡，大家好！哇，又嚟到阿蘇日常。今日咧起身之後咧，周身頸痛膊痛啊，搞唔掂，太耐冇去揼骨啦。但專登咧要揾個朋友咧解決我呢個問題。所以咧，大家想知道咧阿蘇點樣解決個問題咧，就記得贊好、訂閱同 share 俾人睇，同埋記得要睇曬前面幾。好啦，行啦。好開心啊！終於上到嚟咧，揾到我朋友 Walkie 咧，就去幫我排解疑難。大家都知道啦，即係阿蘇咧都好耐都冇翻泰國啦，所以咧就咧周身肌肉腫痛啊。咁不如嗱 ，Walkie 你先介紹一下自己先，等再講一下我嘅痛症。OK， 好啊。大家好，我係 Rocky， 咁我係一位教練啦。咁啊，由依、這個廿零歲開始咧就做教練咁樣，咁啊就比較中意依啲骨頭啊同埋肌肉啊人體結構咁樣嘅。咁啊，跟住就早幾年啦，就識咗 William 啦，大家有曾經合作過咁樣，咁啊，後來就醉心於依樣嘢，跟住就開始發展自己嘅一個工作室，去幫人哋鬆解一下啲肌肉啊，日常生活就有一啲運動員啦，香港有運動員咁樣都會揾我去放鬆嘅。哇，都好勁喎，有香港運動員添喎，即係我哋呢啲都唔係運動員嚟嘅，夜唔係泰國嘅運動員都 OK 嘅，但就係做夜晚活動嗰啲啦，同埋咧，我冇記錯咧，嗰時 Walkie 咧俾我咧展示咗咩單槓啊，係咁轉，係咁轉，哇！跟住之後又前胸花、後胸花，我唔好記得啦。但即係記得佢就係好大隻。跟住之後咧，我幾年冇見佢之後咧，都係咁大隻。仲要而家做埋教練，同埋幫人哋去舒解嘅痛症添。其實咧，最緊要咧，而家我想同你講 ，Walkie， 其實咧，我太耐冇翻泰國啦。平時咧，我喺泰國咧，啲泰國姐姐咧會幫我咧，可能撳下條頸啊，拉下筋啊，啲古法按摩嗰啲泰國啦，就會咩左扭右扭，扭到你好痛，但又真係好舒服噶嘛。但我又即係喺香港咧，唔知係咪地方太濕咧。而家你諗下，敲完圈又深，瞓又瞓得唔好，係啦，啲手咧唔知點解咧，就好似咧長期俾嘢咬咁，所以咧就今次咧就借咗呢個機會啦，就過嚟打解阿 Walkie 咧，去幫幫手，點樣去幫我疏解我嘅一身嘅嗰啲咩啊，內嗰啲叫做咩啊？乳酸啊，嗰啲，我成日覺得有嘢騎咗隻頸添啊，即係泰國嗰啲鬼故啊，係啊，所以就係啦，咁所以靠你啦，我哋咪開始可以。好，我想問我，咁我而家咧，我條腰咧有冇攣到咧？如果就咁睇嘅話，嗱，正常人咧就一般嚟講都冇話係完美嘅，有少少，有少少。如果就咁睇咧，就個 spine 就慢慢喺依一個位置啦，依、這個位置比較緊啲，係啦。咁樣如果話睇個皮膚啦，即係皮膚依啲背脊依啲位置咧，個瘡瘡都比較多啊。咁即係話嗰啲血，即係點解個皮膚差咧，就有機會係嗰、那個。行氣活血嗰啲都唔係咁好，咁啊可能嗰啲毒素咧喺依度位置就積唔走，瞓得唔好啊，所以搞到而家好慘嘅，除曬衫添而家，係啦，咁我哋係咪可以咩啊 ？OK， 可以上牀啦，係啦，啊喺度，好，
咁我會首先幫你揾啲位置出嚟先啦。係啊，如果係緊嘅位置咧，佢就會有一啲酸痛嘅感覺啦。係啦，咁啊，如果相反轉頭，如果係冇任何事嘅，按落去咧，只會有俾人壓嘅感覺啫。咁你可以感受下啦，譬如話腰邊啲位置。哇！是冤痛的，是冤啊，很冤，很冤啊，很冤啊，这个很轻的啫 ，OK， 咁啊，但是呢通常譬如话好似阿 William 呢个体型啦，大份啲嘅，基本上咧，我用埋全个身嘅力压落去咧，佢应该都顶得到嘅，系顶到的，好冤啦，咁啊，呢个位置就已经是一个我哋要放松嘅位啦。觉得咧，而家咧有少少咧似嗰啲猪肉咧，大樽口度咧，啲人食紧，我觉得真系。啲豬好慘咯，諗住今日唔食豬。好啦，呢啲都係有冤鬼。有啊，好冤啊！ Okay. 出曬事啦！咁啊，首先揾咗啲點啦。咁我應該谷住咧，定係唔谷住啊？盡量放鬆下，如果你放鬆唔到，我個力量就你咯。咁啊，記得保持呼吸，唔好閉氣。咁啊，依個最基本嘅一啲手法啦，按落去條腰嘅位置，跟住之後出曬事。咁啊，依啲位啦。其實以前我不爆瘡嘅，而家唔知點解爆咁多瘡啫。啊，已經有 feel。係啊，我真係有少少想死嘅感覺。哎呀，飆曬眼水啊！咁誇張？依啲就普通嘅一啲 massage oil。哎呀，我諗起啲女仔幫我撳嘅，而家變咗你撳添，有啲唔好意思添。薩瓦迪卡。如果我有啲嘢硬咗，你唔好介意啊！即係可能拳頭嗰啲咧，真係好痛。呢啲有普通嘅手法啦。如果我膊頭用一個，即係可以感受下啦，個膊頭用一個小小嘅拇指嘅力量。如果你都哇真係好痛啊咁樣，咁啊即係話嗰個位置係代表有乳酸啦，係啊，就相對會比較攰啲咯。咁如果呢啲位置佢嗰、那個我講咧就會當係個肌肉啦，差啲嘅話。咁佢嗰啲血去到嗰啲位置唔通暢嘅，個血液循環唔夠好嘅，個背脊咪會生嗰啲瘡瘡。哦，係啊，但係你話你以前冇嘅，以前冇嘅真係。如果依家個工作量大咗嘅話咧，壓力瘡啊，係啊，有機會㗎，係啊，心情都會有影響。係咯，翻唔到泰國啊，最主要係心情會大影響到喎。咁樣啦，依類手法啦，就去放一放鬆啫。係啊，今日條頸啦。我想問一個問題啊。係。你。女仔都係咁撳，嗱女仔都係咁撳，但係就唔會好似你咁拉高件衫。係啊，唔係我想轉行啊嘛。係啊，女仔可能我就係會見到依一 part 咯，依一 part 咯，係啊 ，bra 下面嗰啲全部見唔到。哦，即係都會有。咁係依個就係肩背啦。咁如果女仔佢條腰有事嘅，就淨係見到條腰依一 part 咯。哦，係啦，冇錯啦。咁佢就著衫嘅，唔會好似你咁啊。係啊，我諗住考慮轉行啫，覺得即係要睇下有冇天分喎。先啲培養培養嘅啫，係嘛？試一試先，要天份嗰啲好死。但真係舒服好多嘅，其實自己撳完之後。好快嘅咋，好快見效。如果揾啱啲位咯，你見我咁大個背，如果咁大個背脊，我要全部去放鬆咧，哇，個時間就長啦。但係我淨係揾一啲位，你係最覺得最辛苦嘅。冇錯，最辛苦嘅，放鬆咗先，跟住之後先一陣就拔罐刮痧，全個背脊一次過放鬆佢，咁樣就正曬啦。好，嚟到最後總結啦，大家都知道啦，阿蘇咧好耐都翻唔到泰國，啲腰酸背痛咧已經浮曬上嚟啦。咁啊，好彩都揾咗個朋友咧幫我手，一路拍片，一路教我點樣做按摩，同埋幫我做按摩，所以都好開心。唔似得奇哥咁，翻到泰國之後咧又買個新車，希望可以啦，就盡快翻到泰國，希望可以等到奇哥咧車埋我周圍走，或者我揸奇哥架車周圍走。最好係咩呢？最好可以同大家一齊翻去玩下先，依啲先過癮啊嘛。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留言，記得要留言讚好同埋 share 俾人睇。係啦，今日就咁多，下次見，最近迷級。好多謝網民一路支持阿蘇，而阿蘇做每一條片都係盡心盡力嘅。咁喺每一條片嘅背後都花咗好多心機、時間，做好多唔同嘅搜集同埋做唔同嘅拍攝工作。咁雖然每一條片都未必可能啱曬咁多人睇，但都好開心，都有一班網民給予支持和鼓勵。而阿蘇在 YouTube 咧，啱啱開了一個叫做專屬會籍的計劃，只需要$10咧就可以加入阿蘇的專屬會籍。如果大家想給予多啲鼓勵和支持的話，可以加入阿蘇的專屬會籍。
而未來阿蘇都繼續努力為大家做好更多的泰國文化，為宣揚泰國文化而努力。多謝大家。